房建好了，工具也都齐备了，用我身边的工具架就可以制作物品啦。我觉得照顾田地的活只有我一。版画烟林香粉，瞧一瞧看一看喽。主人，你回来了，我正在跟新来的木匠说琴卷的事。这地方真是奇了，鼠都会说人话。琴卷，你们要在这里搭个鸡窝？是想造一个看看。
来说有点难啊。我带的家伙不见了。我带的家伙不见了。来说有点难啊。我带的家伙不见了。这对我来说有点难啊。来说有点难啊。我带的家伙不见了。好像有点麻烦啊。来说有点难啊。我带的家伙不见了。
好像有点麻烦啊。秦娟建好以后，蛋呐、肉啊，就都不愁了。主人，你能去秦娟里拿三个蛋来给我吗？帮我抓一只过来吗？鸡和鸭都可以。那边的地上有绳索，或许能派上用场。Okay.
近有微弱的气息。我叮嘱了一下林兴建，让他们对吴兆那些人小心着点。你觉得梦境之事与此有关？说不准，但是太巧了，吴兆正好醒过来，而且那个墓里也有黑莲，不是吗？岑英说思维找他报仇，要是吴之堂真的跟皇帝之间有什么仇怨，这事就还没完。吴兆这个人比想象的还要危险，毕竟是西陵的鬼师。鬼师？乌之堂最强者会被尊为鬼师，乌兆幼年时即得此名。他和缙云哪个更强？若论武技，自然是缙云胜，除此以外确实难说。看样子缙云这人对自己的剑术还真是自信，连佩剑都要取名叫太岁，就差没在脑门上写谁敢惹老子。他这性子肯定不讨人喜欢吧。缙云不是那样的，不过他的确是一个骄傲的人。太岁刃下千锋毕翼，也并非全是臆造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自轩辕丘往北有一宗门，立派之时受了仙人指点，很是以此为傲。那之后300年间，门人修习剑术之余，亦铸造了上千柄好剑。那一代的门主对缙云的名声多有不服，遂以千锋城镇邀他前去一观。缙云行至山腰，大阵便在脚下，太岁凌空而斩，剑皆落尽，剑阵崩止。那什么门主岂不是要气疯了？他怒不可遏，便要缙云换下太岁，用他们给的剑与派中好手连番对阵。整整2天2夜战至无人可战，那些人仍未能一胜。缙云离开时说，在我之后300年，贵派不需使剑，便是让他们先想清楚剑术之意，莫要连最寻常的一挥一挑都练得不够。好狂，他这一句话就说掉300年。对方既是叫阵，胜得起自然也该败得起。那门主羞惭万分，果然封闭山门300年，几代弟子苦心研习，在后世倒成为一个颇有名望的剑派。这些事情像是你亲眼见过的一样。缙云很忙，他来白梦泽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去那个门派的时候他的身体已经有些不好了，大约是想趁着还有机会带我出去走走。古早那会儿出门在外是什么样的？那时的人间不像现在这样热闹，往往走上几个月都不见旁人，有时候会觉得天地间非常安静，
安静的将要把我们两个都吞噬掉。你也会害怕这些？我当然会怕，那时我还只是一只幼兽，外面千山风雪，天幕沉沉，我看见了就有些惶然。是啊，天地为囚牢，天又那么大，跑都不知道往哪儿跑。没什么，你俩出个远门，就只有他带着你。我还以为静云该是前呼后拥的，他是部族里的大英雄吧？静云说过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只有死了才会成为真正的英雄。这话有趣得很，静云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吧？那些人既敬他又畏他。轩辕秋曾经有过一个传言，说静云被凶剑太岁迷惑了心神，会变得越来越世上。总说凶剑多半有剑灵，太岁也有吗？太岁虽无剑灵，凶性却是只多不少。这又是什么道理？大多利刃虽然饮血无数，所屠终归是人间之物，太岁却是杀了数不尽的魔。魔域一直有隐约的传言，始祖魔因怨恨而生，是以许多魔的身上都有这种印记，太岁自然是怨憎之气缭绕。若非静云意志过人，剑中又有辟邪之力镇守，后果犹未可知。但我用着似乎没什么不顺。你本身便是辟邪，而太岁沉寂数千年，上面的气息也消散了许多。那他的力量岂不是变弱了？太岁本就是一柄未完之剑，若有机会，你或许可以试着继续锻造他。他当初由西陵工匠铸成，一开始并未加入辟邪之力，直到静云结识了辟邪族，他们对人间的剑术颇有兴趣，西陵那位工匠便为之打造了王剑天路。逢魔族来袭，静云想尝试在铸剑时融入辟邪的力量，这才有了太岁的第二次锻造，但当时战事吃紧，最终未能完成。静云已经带着太岁去了战场。这么说来，天禄和太岁出自同一个人之手。云无月，让他们离开！放下他，你这怪物！多了，静云大人，
你带他藏好，我去追。大人，您。
还撑得住吗？您不该过来，这里像是怪物的巢穴，他们……去石头后面。这只应该是他们的王，那些怪物暂时不会来了，我歇息一下。大人，锦云大人，你们都在。大人，您有些发热，这边的草药我们不敢乱用，要不我再仔细去找找有没有眼熟的。别去冒险了，趁我还有些力气，一块儿找个安稳点的地方。我不在了，你们也别放弃，既然能从那边调到这里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从这儿又回了轩辕丘。是我们拖累了您，一路上您都是为了保护我们才连番苦战，要是只有您一个人也不至于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活下去才是紧要，谁的命都不见。不行，大人，您身上太烫了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我人族，或许我们可以见上一面。谁？跟着光就能找到我。你是？我想你们会需要我的帮助。帮助？谁知道是不是陷阱？可你们也别无选择，不是吗？这个人很强，但他已经战至力竭，至多也活不过两天了。让我亲眼看一看，或许还能挽救他的性命。他若死了，这周围群魔环伺，你们剩下的人根本没有活路。按他说的，跟着光走。我实在很吃惊，竟然有生灵能以人族之躯杀死了此地飞羽魔的头领，还屠了族中过半。
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人界称之为魔域。人界魔域，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地方。这儿就是镜妖的老巢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些畜生想逃施了个什么法术，倒把我们一起扯了过来。原来你们是在狩猎镜妖，只怕之后是不会再遇上了。魔域可比人界要广大得多。那我们还能回去吗？你似乎对人界和魔域都不陌生。无名魁乃是辟邪族，拥有空间往来之力。空间往来，但如今我有伤在身，若要恢复力量打开空间裂缝，至少还需二三十年，你们却是不能等到。为何？便如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，魔域有些地方时间流逝得快慢，与人间相差甚远，气候和食物也并不适合人族生存。若你们能在此地度过十年，怕也已经是垂老之身。算是你们人族所说的妖兽。妖也好，什么也好，你真的有办法救缙云大人？原来如此，我料想的没错，你的体质有些特别，寻常人无法接受辟邪之力，我却可以试着把一些力量放入你的身体里，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你自己了。可能有什么后果？承受不住爆体而亡，亦或被辟邪之力改变，但你精神与肉体的负担也将远胜常人，注定早亡。这算什么？至少不会在两天内殒命，接下来寿数几何就要看他的身体究竟有多强悍，若是运气好，或许还有个几年十几年也未可知。可万一失败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在力量尚未恢复之前最好不要离开此地，然而这是一副始祖魔陨落后留下的骸骨，它残留的魔气会不断吸引别的魔前来，之前占据此处的就是一群飞羽魔，他们虽然一时杀不死我，我却也要因此分心。这群魔的头领被诛灭，我算是成了你的情，若是你们想要离开，我也不会阻拦。好，我接受。大人，静云，难道你永远都要一个人吗？我知道你是轩辕丘的利刃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，可你终究不是个冷冰冰的死物啊。太多的人在你的庇护之下，但是你有真正想保护的人吗？当然有。我说的不是这些，不是我和姬轩辕
也不是你的战士，甚至不是你的父亲和你的异母弟妹。或许是我错了，大概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想要保护你的人，即便你再强，这个人也能为了你不惜性命。到那个时候，靳云你就懂了。我不需要。我能保护所有人。你醒了，大人醒过来了，真的醒过来了。你已经融合了辟邪之力，在魔域至少不会任由宰割。下雪了。之中大概只有您还能回到轩辕丘了，要是真有这么一天，麻烦您给我的家人带几句话吧。不，还是别了，婆娘说不定都改嫁了，不用再让她挂心。是我没能把你们带回去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这些年来要不是有您在，他们两个哪能平平安安的一把年纪了再入土，连我也是。我心里清楚，如果没有我们几个，大人您当年或许根本不会接受什么辟邪之力。你们快些过来，空间有异，要小心已经被吸引到附近的魔。